今天就是要带你们进去这个 Lush 店看啦。今天来到了 Lush 店，然后我带了五个孔的瓶来，就是这边啊， and then 还有这个，因为五个瓶内就可以换一个 Fresh Max。但是之前的话他们是没有收这个瓶啊，是到七月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收这个瓶，然后我就刚刚好有五个就可以换一个 Max， 然后换的就是这个 Max 啦，他们的 Fresh Max， 然后很多东西就是它里面的很多 ingredient 都是 fresh 啦，然后很快就 expire， 然后我用过这个 garlic 的哦，它是臭到我很讨厌我自己，然后这个 blueberry 的很香，还有那个是有紫菜的，它就会有一高一高紫菜这样，然后这次我就拿五个那个孔的 tin 啊，就换一个这个，然后它整个就是很像燕麦的味道，就很像很好吃这样。现在我就要用一下这个 Fix 的这个 Fresh Face Mask， 我看那个味道真的是嗅到，很甜很甜。哇，这个麦这么像硬啊，超级硬。整个脸都是那个烟麦味，那个麦片。我 cover 不到我的 skin color 哎。这是不能放水 ，lesson learned。这个就这样子一个样，然后等它五分钟。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分钟，然后等下洗了，看一下有什么感觉啦。它其实是洗的时候哦，因为它其实它里面也有那个 almond 碎，然后它就是有一种磨砂 gently 磨砂的效果，因为它真的是就是蛮软的。终于洗完了，然后它是就是感觉是有一层油在脸上这样，然后它其实是很难洗，因为它有那种面包碎啊，就一直会粘在脸上面，然后又要用鼻梳抹掉。我觉得感觉是 OK， 但是没有到很好。我之前用的有一个是 blueberry， 叫什么 cosmetics 啊，叫什么 color 什么鬼猴，就叫我名字。那个的话它也是有，但是我觉得那个的感觉会比较好。然后这边就是他们的 massage bar， 然后这边有一个是很吸引我的啦，就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一粒一粒的珍珠，然后这个包我已经买过两个了，然后第一个用完的时候，这些珠子我就有收起来，然后就有一大摊珠子。然后刚才那个人就 recommend 了我一大，不是一大堆，一个 series 的洗脸东西，我们就在这边试了啦。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蛮特别的地方，叫这个牙膏粒 tooth tea tap， 就是它是 solid 的牙膏，你就放进去嘴巴咬，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刷。And then 呢，这边就有他们的 lip scrub， 哎，不是 lip scrub， 这是 lip balm，lip scrub 是这个。这个 lip scrub 呢，我之前就有拿过他们的 sample 用，但是它的味道有一点重，所以我就也没有买。这个 area 就是他们的 Lush 店的出名的东西， which is bath bomb。 然后这个 bath bomb 我本身是没有买过，但是我有做一个，我那时候有做一个，等下回家我就拍那一个。对，我做那一个是这个来的 Groovy Kind of Love，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 event， 然后就能免费做，我就特地去那个 Lush 店做。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他们叫什么啊 buff， 我忘记叫 buff 什么了哦。
然后还有一个粘土的东西在那里、啊、让我找一下先啊，就是这个，这个它是很像粘土这样啊，看到这边很像粘土这样啊，然后你能拔出来冲凉啊，如果没有记错它是叫啊，它是 under 这个 series 叫 fun。然后这边就有他们的一些 gift box， 去到对面这个 area 啦，就是他们的肥皂，然后他们都是 by gram 的，他们应该是 by 100 gram， 然后他会帮你 check 哦，然后看你要多少 gram， 他就 check 给你。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我很喜欢，不是很喜欢的，就很好玩，因为它是 shower jelly 手，你看到吗？这样子 ，boing boing。然后我之前就被它的好玩给骗到，我买了一个这个罐，但是什么嘞？我买了这个，但是你开始用的时候它是很爽，因为那个人戴的时候它也是整大个嘛，它就是很好，很舒服，它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很舒服。但是你一用完了它就会开，你一用到可能一半。它就会开始烂成小小的 pieces， 那个真的是很 disaster。然后从今以后我就决定不要再买了。这个是他们的 scrub，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啦。它是这样啊，它是可以 for 头发啦跟身体都能摩擦。如果是头发的话，就是有 volume。这个我也是有买过两罐嘛，两罐这个小罐。哎，那我现在在用这是这个 Dirty Spring Wash 的 Shower Gel， 它的味道是有一种 mint 这样啊，它这边也有写啦 ，mentol。其实我是喜欢这种，我是喜欢这种薄荷的味，然后我又喜欢这种蓝色的东西。上面那个呢就有他们的 Body Scrub， 这个 Body Scrub 嘞，怎样讲哎，就它黑黑的泡哦。这边它是有一粒一粒东西的，它的这边下面这整块是油油的，然后你 scrub 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就会有一个油油的 feel，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这边是些 shower 的东西啦，我也没有用过，这个 body spray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是他们的香味系列香水，但是我有嗅过他们的香水味道很重，不喜欢。然后有个东西我一定要介绍，因为很好玩，就是这个 wash card。 我之前就有买过一片来玩啊，然后它是就是一张卡这样子，然后你要洗的时候你就直接用手搓，然后就会有泡泡出来，就是非常非常适合for携带出去，虽然我也不懂你要带去哪里。哇，见喵那个字，那个人看我一直讲东西讲不完这样。这边就是一些头发的 product 啦，这个 R&B 是 Hair Moisturizer， 是这边蛮出名的一个 product， 我也有买。等我之前，等我过后回家之后，我再拍一个 video。然后这边有一个 Solid Henna， 我也没有敢去买，我也没有敢去用啊。然后它是很大一块，这个东西我有买过，这个是他们的。Solid 的 hair conditioner， 然后真的是很难用，就我用一下它就分成很多小块了，过后我也是开开心心的把它丢掉。这边其他就是 conditioner 啦，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叫什么了啊？ treatment 对，它是很 special， 你就一整块东西放进去那个杯。就有 instruction 哦，你就要加热水，然后它就会溶掉，然后你就涂在你的上面。我是觉得蛮麻烦的，所以我也没有买啊。然后这个就是 shampoo 啦，跟一些solid shampoo 啊， solid shampoo 我有买过一个这个 Godiva， 它的味道很香，但是一样是蛮难用的，因为不习惯。
因为平常都是用这种 liquid 的，然后 solid 的话你就要很像肥皂这样在你的手上搓搓才洗去那个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啊。然后我也是买了一次过后就没有再买。这两个宣布，这两个宣布，对，他们都是 for 你的头发有 volume 的。然后两罐我都有买过，一个是这样啊，这个也是回家可以拍 video， and 还有这个。然后你看每一个 lash 店，他们前面都会有一个这个盆哦。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它的 bath bomb， 可是看不到了，就它 bath bomb 放在水里面，然后就会弄了很多泡泡出来，我不懂是怎样弄啊。这边呢就是一些 hand cream 啦， and then 还有这个东西就 for 涂在你的 elbow， 因为那边每次都会出那个，不是就会有那些干掉的皮啊。然后这边就有很多那些 lotion 啊，这个 lotion 是我最喜欢的，我已经买过两罐了，它是有 lavender 的味道，很香。但是呢它很油，油到就是真的是很油，不懂要怎样 describe。 And then 这个是他们洗脸的东西，这个是 facial oil， 上面这个也是很好玩的 Jelly Max， 但是也是一样很难用，很辛苦，而且卖掉的时候超难。这是我最喜欢的 Max of Magnamine Tea， 也是这边的很出名的 product， 它是有那种 mint ice cream 的味道哦，很喜欢。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其他的 facial product 啦。现在就来用这个 bath bomb 啦，因为我真的是开不到它变成完整的一粒，所以就只能一开它就是一半了。还一只哦，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可是它的颜色散得比我想象中的慢。另外一个会，哇哦，会，这个 bath bomb 它的里面的东西就是有 rosewood 啦， and then bergamot， 还有这个 ylang ylang oil， 然后它的味道，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是蛮特别的啦。第二粒 bath bomb 很开心，昨天去买 lash 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一个 bath bomb， 我买过 lash 这么多次，我觉得五次以上吧，第一次收到 bath bomb free bath bomb， and then 就可以给你们看啦。 and then 它就是这样的，这粒 bath bomb 呢它叫 harajuku 啦， and then 它里面是有Brazilian orange oil， vanilla，还有一个叫什么 benzoin resin 的东西，它就是 for moisturizing， 然后它会在你的皮肤上面就形成一个表面一个 layer， 我不懂是怎样啦。然后它这个东西的味道是 bubblegum， 然后我相信应该是会很甜这样。 Harajuku come on，哦，又是 orange 色，跟我之前那一粒叫什么啊？我忘记它叫。